光头抢眼过的外国人。一，非洲人。嗨，你好。外国人。你好，请问勾熊林怎么去？这是一位出现在《熊出没之秋日团团转》里，光头强扮演的一位外国人角色。光头强为了帮助熊二，给熊大制作小面人生日礼物，打扮成了一位非洲人。他长着非洲人的肤色，头上戴着白布，很多人都称为非洲光头强。二，韩国人。狗熊领蜂蜜，营业执照有吗？特古鲁布达，特古鲁达斯密达。韩国人啊。营业执照思密达，听不懂思密达。这是一位出现在《熊出没之春日对对碰》里，光头强扮演的一位外国人角色。光头强为了躲避火车站管理员的追查，打扮成了一位韩国人。他头戴短发，身穿蓝色衣服，别提多搞笑了。三，印第安人。这是一位出现在《老板熊出没》里，光头强扮演的一位外国人角色。为了进森林，光头强打扮成了一位印第安人，不过最终还是被熊大熊二识破。